他们就把床都拆了，嗯，摆到地上，嗯，然后就开始打地铺。舒服吗？哇，得劲儿，好爽。那时候就每一天都会有人来我们那边睡。生活里真的重要的。张嘉伦体验最强的是什么？就我整个把他从床上拽到床下，整个姿势是这样的。嗯，这被子啊，他不是这样的，还在睡。他这样能睡着？这样的还在睡。然后我就拿酒心，没有，我就拿他鞋，鞋到他鼻子，把他睡醒。